请掀开经本，科会第38面，倒数第二行啊，经文倒数第二行。这个课题是见树的人啊，请看经文。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因祥人，二如顺人，三无生法人。那么，这是讲到树利益众生，说到就近之处了。这个真实的受用，我们一般人讲修行正果，佛法中常说其如境界，这个地方跟人王经用人来表法，人是认可的意思，同意的意思。佛所讲的甚深之理，我们听了不怀疑，能够肯定，能够承认，这叫人。所以黄老居士在注解里面讲，信难信之理而不迷惑啊，这叫人。古大德为我们解释这个字，是慧心安法，明智为人。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用理智将我们的认知肯定在如来所说一切之法啊，这个也叫做人。那么说到就近之处，就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对于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特别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能够信得过啊，这个信非常之难呐！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见过？啊，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现在听到佛这么说，居然就能够相信。而这个相信呢，不是迷信啊。那么不迷信，一般叫正信啊。正信对于事实真相虽然无知啊，但是有理由去相信它。什么理由呢？
释迦牟尼佛不忘人。啊，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因此我们能够信得过。这种信呢，叫正信。那是不是得人呢？没有，这个并没有得人。什么叫得人呢？你亲自证得，这就叫得人。所以此地所讲的三种人不是普通人呐。人王经里面说过，无生法忍就是这第三种。什么人证得呢？七地、八地、九地菩萨证得。这不是普通菩萨，摩诃萨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往上推。音响人是初地、二地、三地菩萨等等，柔顺人呢是四地、五地、六地菩萨等等。这三种人是初地到九地，十地菩萨所证的不叫做法忍，叫极灭忍。这是最高的层次。所以由此可知，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闻法修学，这几句话就保证你能够证得菩萨摩诃萨了。你能够证得，这是保证书啊，保证你能够证得地上菩萨的果位。这个话真正的用意是在此地。我们如果明白了，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升起向往之心。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想证得地上菩萨果位不容易呀。换一句话说，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能证得个须陀洹果位，就很了不起了。须陀洹跟初地菩萨那相距很远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文它真正的意趣我们就了解了。现在我们看一看呢，这三种人的名称，先把这个名字讲清楚。唐朝净银法师有《无量寿经书》他是依据康僧铠的译本。这个本子我们以前读过，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也曾经讲过，我也听过。
那么他在注解里面说，寻声悟解，知声如响啊，这个叫音响忍。啊，这是初地、二地、三地菩萨所证。这个说法跟《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教我们学习的方法相应。啊，马明菩萨教导我要怎么样听经学教，你才能够悟入。换一句话说，你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他给我们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呢，立言说相，音响忍就是立言说相，不执着言语。言语是工具啊，不必执着。你要听什么呢？你要听言语里面所说的义理。不执着言语。这叫会听啊。那么读经，经典是文字写出来的，文字是言语的符号。既然不执着言语了，我们还执不执着文字呢？当然不执着。啊，所以有一些非常着重于考据。这个是世间做学问人他们做的工作，不是修道啊。修道是讲悟入境界，是两回事情啊。一味执着在考据，是肯定不能够悟入境界的。那把佛法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经典变成事法了。事法里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世间法里面的文学，把经典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来研究。这个与学佛没有关系了，方向错了，当然目标就不相同，这些我们学佛，特别是出家同修，你在这一生当中想真正成就戒定慧三学，你不能不知道。言语文字执着不得，要不要呢？需要，它是工具，它是诱导我们其如境界的。《金刚经》上有个很好的比喻，世尊把他49年所说的一切法比喻做一个渡船，我们想过河，在从前过河需要渡船呢，筏是什么呢？筏就是渡船呢。我们借这个渡船过河，过了河之后，这船要不要它？不要了。如果背着这个船，你还能够上得了岸呢？船就不要了。这个比喻很好啊。
啊，但是你没有度过这个彼岸的时候，这个东西很有用处。度到彼岸之后啊，这个东西没有用处了。啊，换一句话说，哪一天你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么这三藏十二部经教啊，在你眼睛当中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堆废纸、啰嗦。啊，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说法，说了那么多废话一堆呀。到那个时候你才入这个境界。啊，但是你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有用处。啊，它对你有帮助。可是你不能执着。你一昧去执着它，你永远见不了性。这个是佛法啊，学习困难之处。为什么很用功的人、很努力的人啊，甚至有人学了几十年、学了一辈子啊，只是我们世间人讲的佛学家而已。他成不了佛啊，他入不了佛的境界。道理就在此，妄想分别执着。他放不下了。马明菩萨第二个教给我们，立名字相。名字是什么呢？佛经里面很多的名词术语。你像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讲个三个名字了：音响人、柔顺人、无生法人，这都是名字。啊，三宝、佛、法、身都是名字相。名字相是为了传达意思方便而设立的，假设的，你可不能当真啊！你要当真，执着在里面有麻烦啊，都把你的物门堵死、堵塞啊！佛学的名词术语不要执着。第三个更深一层的，立心源相。啊，心源相是什么呢？我们听了之后会想一想，哎，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这就你心里头在攀缘了，你又错了。啊，所以听佛法了，不可以攀缘，不能想它什么意思，它没有意思。你才有悟处啊！你要去想他的意思，你所想的不是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谁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那可不叫麻烦大了吗？佛哪有意思？那佛菩萨，不要说佛菩萨没有意思，阿罗汉都没有意思。你还去想他什么意思？错了，不能想啊。那么听，听懂就懂，听不懂也不要去想。啊，千万不要说听不懂，我去研究研究，多想一想，越想越错，越想越离谱。啊，那怎么办？听不懂没有关系，第二遍再听，决定。不要去思维，不要去想象，啊，不要去搞很多假设。所以，佛经的读法跟世间书籍的读法的时候完全不相同，啊，用世间这个方法、这个理念来念佛经啊，那佛经就变成世间的文学了。不可能开悟啊，所以这个一定呢要懂啊。音响人的
这个地位的菩萨，就是初地、二地、三地，他们确确实实把明菩萨教的这个原则他做到。他在听经闻法，他能够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言相，用什么来听？如如不动的心，用清净心，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如果能够到没有妄想，那当然是最高层的了。这个地方妄想可能还有，但是他已经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他听了之后，他能体会到里面的意思啊。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因此他才能够得应祥人。这个古人讲的话很有意思啊。寻声不解，知身如想啊。对于这个音声啊，他了解啊，音声是一回什么事情啊，名字性空啊。佛讲这许许多多的名相，名字性空啊。音声也是性空啊。因此他们能够对于音声名相不分别不执着这样听才能够悟入这个不是凡夫境界，凡夫境界听经闻法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你所得到的，那用现代化的佛学常识你能得到的佛学常识而已，你没有悟处啊，你没有悟如啊。那么更进一步，确确实实在这个听经闻法当中，能把佛菩萨所讲的义理真真契入了。能够完全随顺佛陀教诲去生活去工作去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随顺佛陀讲的这个义理，这叫柔顺人那这个比前面高了，四地、五地、六地菩萨，他们做到了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们什么叫真正修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是真正修行。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的教诲就是经论，经律论三藏
三藏经教分量很多啊，古人用豪如烟海来比喻。我们修学在无量法门里面，就像大海，我们只取一瓢饮就够了。换一句话说，无量法门里面我们只取一个法门，前面跟同学们说的一门深入啊，要深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深到明心见性啊，没有到见性，不要涉猎第二个法啊。什么是见性？在教下不讲见性啊，不用这个名词，教下叫大开圆解。没有到这个时候，你不要看其他的经啊。那大开圆解的时候，自己知不知道呢？应该知道。啊，大开圆解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六祖坛经可以做个参考。肯定是啊，不生烦恼，长生智慧。啊，在工作里头，在生活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生烦恼，直生智慧，那个时候你就大开眼界了。那还有一个很明显这个现象，佛法的经典，无论哪一部经论，你一展开的时候，绝对没有疑惑。啊，字字句句里面，我们常讲无量意呀，你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时候你要讲经，需不需要准备呢？不需要。啊，你展开这个经句，面对着这些大众，你有能力观机呀。啊，我这个这个会下的大众是什么样的根基啊，应当深说还是浅说，长说还是短说，自在无碍。到这个时候啊，你能够看一切经，为什么不费力气啊？龙树初地菩萨在这个地方，你就晓得他得的是什么人呢？音响人啊，在这个程度，这一部大藏经，三个月就读完了。那不是说读一遍呢，三个月全部大藏经一切经典去，他都通了啊，这个叫大开眼界。没有这个能力，我翻开一部经还有很多地方看不懂，算了，别看了啊，浪费时间嘛，知道自己不够程度啊。展开经卷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已经读得很熟了，这个首先古人的标准在此地，所以他们有成就。没有到这个程度，绝对不涉猎另外一本经书啊。这是什么呢？忍啊！哎，他能够忍耐啊！啊，现在人为什么不能成就呢？现在人没有耐心啊，
好高骛远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求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讲，啊，指出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毛病，啊，要好心切。啊，希望自己总能够修得比别人好，讲得比别人好，啊，要好心切，反而就不好。啊，为什么？他不能够循规蹈矩。啊，你比如说学讲经，老师叫我们初学，初学也是练习啊。啊，练习讲经，练习讲经是一定要守规矩。你看这个那边讲座之研究里面所说的这规矩，都要遵守啊。初学讲经，决定要有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古人注解，注解只能依靠一种，不能依靠两种。啊，两个人讲的，两个人注的不一样啊。啊，只能依靠一种啊。一种里头遇到困难了，这一句这一段，他注的不很清楚。这种情形有，他为什么这一段这一句注不清楚呢？注的人自己也没搞清楚。啊，这是人家的高明之处。啊，他不用自己意思来解释。啊，所以这一段搞不清楚，我把这段文念一念，啊，照字面上讲一讲，没讲错。这就是好人。好的好手啊。啊，所以初学讲经呢，要记住一个原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才能学得好，才能学得出来。你那个根基才能扎得稳。一开头就学好。啊，这个邀功，你肯定失败。啊，肯定啊，你会被淘汰掉。就学讲经的人很多，到后来真的能讲经的人没几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的时候，不遵守老师的教戒，啊，这就是不持戒嘛。遵守老师教戒，不持戒嘛。啊，不愿意遵守。啊，好高骛远，自己想任意发挥，到最后麻烦出来。啊，自古以来呀，多少人失败都是因此而失败。啊，老师年纪比我们大。修学的时间比我们长，他经验比我们丰富啊。他告诉我们的没有错啊。啊，没有耐心哪能成功？世尊在《金刚经》上说了一句话，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人。”啊，那个一切法是讲世间跟处世间。通通包括在里头。啊，事出世间一切法，要想成就，关键在人。啊，你办大事，你有大的忍耐啊；办小事，有小的忍耐啊。心地浮躁，
没有耐心，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个是古人经验之谈啊。我们仔细观察，现前周边这些人物，你仔细观察，无论他从事哪一个行业，他有成就，他肯定他有耐心。你念个大学也有四年，你没有四年的耐心，你就没有法子毕业。你不能把四年缩短成两年，这做不到的。一定要有耐心，要能忍耐啊。唯有柔顺呢，他才能够其如经教的境界。经教的境界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所以没有耐心呢，这不能成就啊。无生人，这个更高。古德的解释很简单，正实立相四个字。实是什么呢？实相。亲证宇宙人生的真相。离相，离的是什么相？离的是言说相、名字相，确确实实离开了心缘相，这三种相离了，初地菩萨就开始离，离得不够究竟了。到七地八地呀，离得究竟了，叫无生人啊。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不生，本来不生呢，哪里来的灭？所以说诸法不生不灭，你什么时候能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一切法不生不灭，我们这个身是一切法里头的一法了，有没有生死呢？没有。有没有老化呢？这都说没有。这个道理很深很深，跟你讲真话吧。如果真的没有生命，说个不生不灭，这不叫废话吗？变成毫无意义了。确确实实有生命。生灭跟不生不灭了完全相等，那就是说这个生灭的速度太快了，你简直看不出来它生灭。你像人王经上讲的比喻，我们说过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那我们弹指弹得快用力快弹我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四个六十。
佛说，一刹那里面有900生灭。那么我们就算一秒钟谈四次吧，四乘60再乘900，刚刚好28000。一秒钟，28000次的生命，你怎么能看得出它有生有灭？佛这个不生不灭了，是从这个地方说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个电是闪电啊，叫我们应作如是观。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起如，你就真的无生，你真正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一段话我记得我在华严经上好像用了6-7个小时讲这一句啊，我讲的时候特别告诉同学们，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不是究竟法，是方便说。说真的呢，那个速度比这个还快啊，20万分之1秒不算快呀。200万分之1秒，2000万分之1秒，2亿万分之1秒，这个才给你讲到真实，哪里会有生灭？但确确实实是有生灭，生灭同时，生灭里头你肯定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界限，这叫不生不灭。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对于佛所说这个道理啊，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呀。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摄影，我用过的照相机至少有20多个。现在都没有，一台都不要。我玩过16厘米的摄影机，就是那个电影的摄影机。我有2台机器，我还有1套设备。我自己会剪辑。这个呢？佛在经上讲的，我就能了解了。摄影机的速度，1秒钟24张，那个镜头开关24次啊，开一次照1张镜像，马上关起来，再开2次照2张，所以你看那个卷片一卷的时候，那个放映的时候速度快，放映的时候呢，也是1秒钟放24张。镜头也是开好24张，你在那个电视的那个电影荧幕里面，我看到那些人动作了，其实他不动啊，他哪里动？一张一张的，哪里会动呢？根本就没有动啊！你看看，1秒钟24次的这个生灭，那个开关的就是生灭吗？开了就生了，关了就灭了吗？1秒钟24次的生灭。已经把我们骗到了，我们觉得那是真的。那么你再想想，像人王经上讲的，1秒钟20万次的生灭，你怎么能知道那是假的呀？所以我们现在六根接触这个六尘境界，我跟诸位讲呢，那是1秒的1万分之1秒的那个生灭。所以决定看不出生灭，生灭就是不生灭。
不生灭就是生灭。啊，生灭确确实实是同时啊，无生法忍。啊，你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事出世间法了，你的心就平了。啊，你会不会起心动念？不会。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人有没有生死的？没有生死。这跟你讲实话了。啊，生死都没有了，对生死还有恐怖吗？没有了。远离颠倒妄想啊，度一切苦厄啊。啊，这是你真的智慧开了，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这个真相包括一真法界。啊，绝对不是说我们九法界是这个现象，一真法界大概不是的，一真法界还是。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说穿了，只有因果报应。那这佛经上讲因缘果报，这是真，这是真谛。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那因果怎么不空？因果也是万法之一啊，哪有不空的道理？啊，因果有三个现象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那是讲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啊，这个画面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是从那个电影那个底片里面，你就完全能看明白了。啊，你真的会很清楚的了解它。啊。转变不空，啊，相续不空，循环不空，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大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啊，那他们。实在讲，业障消尽，他没有业障了。啊，没有业障，他还会到九法界来。啊，我们也可以说到十法界来，因为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那个佛没有见性的。啊，天台家所讲的。藏教的佛、通教的佛没见性，实际上他还是菩萨为此。啊，那么这些明心见性、真正其如宇宙人生真相的这些人，他们很慈悲，应化在十法界里面，是来教化众生的。啊，他不是为别的事情。他是来教化众生的，他来教化，为什么？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啊，所以大乘经上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因条件。没有条件，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没有条件，怎么来的？众生有感，他有用。啊，像我们前面摆的木鱼这个青，啊，它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敲它，它就发声音。啊，这叫感应啊。
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你问他什么理由来应？没有啊。你敲一下钟，钟就响，敲得重，他就响，声音大。你问他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没有原因里头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同体，尽虚空变法界，一个法身的同体。我们眼睛看的这些芸芸众生，众生从哪里？是我们自性的变现出来，从心想生的。顺境逆境，善人恶人都是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你心地善，这境界就善了；心地不善，境界就不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不能怪外头境界，你要怪自己啊！所以我们凡夫搞错了方向了，心往外面跑，一切都怪罪别人。觉悟的人不是的，觉悟人他向里面走。所以你要能从内里面去学，去观察，你就能证悟上道。你要从外面去判缘呢？那你得麻烦大了。烦恼业习永远不断啊，天天在增长啊。这样修学，这个学法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外道。就外道不是骂人。外道是什么？心外求法。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你要是在这个经本里面求的心外求法，你就变成外道了。借这本书，把自信里面的无量寿求得，那你真的得到。古人常说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我们用这个东西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证得，这就对了。所以经教古人的比喻也比得很好，它像个指路牌子。你们上街去，你看每一条路的路口都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是哪一条路。经本是指路牌，不是那一条路啊。它有用处，可不能执着。你要执着，叫你到误街路，你找个误街路的牌子等等。我到误街路了，你们都会笑他，这人傻瓜了。所以聪明人看到这个牌子，晓得这一条路才是误解路，不是牌子，不是误解路。就是经本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极乐世界。但是你要寻找这个自性弥陀，寻找唯心净土，这个是个指标，是个指路牌，它很有用处。我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这个经上讲的三种人。实实在在讲，对我们现前这个程度来说，实在是太深，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应当
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了解事实真相，心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哪里会起个妄念？念缘了凡。啊，他相信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那么准确，他一个妄念都不想。为什么呢？打妄想很累人。他很聪明，万缘放下。啊，一天到晚守住清净心。实在讲，他那个清净心在佛法讲是守无明。啊，如果修行的时候呢，他要搞成功，他修的是无想定。不是正果，不是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明了。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面说，本经三人，以应祥人排在第一，如顺人排在第二。他说这个跟贤接经里面的排列不一样，但是跟华严的摄人完全相同。华严经里面讲十种人，第一个是应祥人。啊，应祥人的意思，诸位必须要记住。啊，这个是声闻啊。啊，为什么称为声闻？声闻是阿罗汉，听佛讲经说法而悟入的，叫声闻。啊。他们清净文法能悟入，确实符合马明菩萨的三个标准，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啊，只是听，绝对不打妄想，不要去想他讲的什么意思。听久了，豁然开悟。啊，天天在熏习，一遍一遍在熏习，总有一天你开悟。啊，开悟，有人很早开悟，啊，时间很短就开悟；有人甚至有几年，还有几十年的都有。这是什么原因？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烦恼习气重的，那你就要相当长的时间。人是定，定功啊！啊，你看在六波罗蜜里面，忍辱波罗蜜后面才是精进，才到禅定。啊，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不能忍怎么会得定？没有定哪里会开慧？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个忍是多么重要。啊，佛在经上非常重视啊，金刚经上讲的菩萨六度。啊，六度里面唯有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啊，那我们就晓得六度里头的重点是布施，是忍辱。布施是放下了，放下是功夫。如果没有忍辱，你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的，那一定靠忍辱。啊，所以对于应祥，你一定要认识清楚，
要明了，不要去执着。这个里头真正的义趣是教导我们放下分别执着。我不说妄想，放下分别执着。第二个呢，顺缘。我们现在能够学的，就是要学随顺经典教诲。千万不要随顺自己的意思，自己意思邪知邪见呐，我们自己要承认呐，我们的知见不正呐。佛在经教上所说的呢，才是真正正知正见。所以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接受这个经教里面的教诲。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功夫，这个就是柔顺人。华严里面讲的十人功夫如前身次第不相同，这个很明显的。你看看应祥人如初地、二地、三地，这不是很明显的这个功夫前身不一样。我们现在出发心是一地也不地，我们也能够学，我们学浅的，菩萨那种深的我们学不到啊。我们现在懂得了，开始学，学最浅的。那我们随顺佛陀教诲。这个教诲里头，我们要知道次第，知道先后。我们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三归五戒十善，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做。念念常常想到，在生活当中，在应酬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觉而不迷。那什么叫觉？什么叫迷？这个觉迷一定要搞清楚。起心动念的迷了。不起心不动念的觉悟。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不是这个意思。你眼可以看，看了怎么样呢？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会不起心不动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这样看法了，这佛教给我们的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这样看法。现在人修这个，这是修般若啊，修这个忍耐识忍呐。现在人修的时候比从前人方便，在哪里修呢？看电视。所以你们不会呀，你要会的时候每天晚上看电视修识忍。不要把那个电视那个里面东西当作真的假的。我天天看，看着锻炼自己不动心。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是会如如不动。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笑，就完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你要真有功夫啊，你知道那是梦幻泡影。
他那个现象生灭呢，真的也是如露亦如电的。这个你们懂得这个电势原理的人都晓得。它也是这个波度的时候，快速的通过，让你没有办法辨别它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它也是刹那生灭的。比那个以前那个电影还要精密，电影是一张一张画片来放，这个是完全用线条组合，它组合太快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是一幅画面，不知道它是线条组合，你看到它好像是一个画面，实际上它线条组合，那个速度比这个电影说那快得多了。所以从这些地方确确实实能够证实佛在经上所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利益了。了解之后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的生活会很自在。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可以跟诸佛菩萨差不多啊，游戏神通。在游戏神通里面要觉悟。为什么呢？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的业力来的。现在我学了佛了，我懂得，我要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你就自在了。一转成愿力，就是我们佛门当中常讲成愿再来了。业力把它消掉了，通通是愿力了。愿力到这个世间来，那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来干什么？来表演的，来演戏的。完全针对这个世间迷惑颠倒的众生，他哪个地方迷得重，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启发他，让他六根接触之后能够醒悟过来，这就叫佛法。佛法觉悟众生之法了，没有一定的，佛没有定法可说，佛没有一定的形象，千变万化。我们转业力成愿力，那要走这个路。怎么样启发众生？怎么样让他觉悟？现在众生迷了。迷在什么地方？迷得最重。我想同学们都知道啊，最严重的恐怕排在第一位是财啊，迷在这里迷得太重了。那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这个众生对于这桩事情迷得住，所以你看造钱，你看从前造的那个钱，铜钱当中一个洞，你仔细看看像什么东西？像枷锁啊，刑具啊，叫你看的东西很怕了，这不少东西啊。你看钱那个字，你看这个金。旁边是两个人，一个人拿一把刀在斗啊，人为财死啊。所以这字的时候造的时候都用意很深的，让你看到这个要觉悟。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让你看到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警觉。
时时刻刻提醒你，不要迷在里头啊！因为众生贪财，你看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相，一分钱都不要。古时候，出家不要说是比丘了，沙弥。沙弥十戒里头就有一条，手上不可以执着金钱。啊，你执着金钱，你就犯戒了。释迦牟尼佛自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你们贪图这个钱财，他舍掉，舍得那么干净。生活所需，每一天吃一餐饭，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餐饭到外面就托钵，托到有人供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天托不到，托不到回来打坐。参禅念佛。思维这个佛所讲的经教，心永远在定中啊！你看看他们这个圣人的功夫，一丝毫攀缘的念头都没有。我们要学，也要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你不做出来，你讲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听。你叫人不要贪财，自己多多益善，这成什么话呢？哪有这种道理？自己真放下，劝别人放下了，他才肯听啊。放下是真正得大自在。那么这是出家人。在家人手上不能没有钱。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那要怎么办呢？手上有钱，心上没有钱，这就对了。这个功夫是高端的功夫啊！心里面一丝毫执着都没有，一丝毫得失的念头都没有。你得到财，不生欢喜心，财失掉了，决定没烦恼，得失心断掉了。这个随顺的，我们看了凡先生，了凡先生是凡夫，不是一个觉悟的人，他相信命运，命里有肯定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求也求不来，他心定。遇到云谷先生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教他这个命运可以转变，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他才觉悟过来，怎样转变你的命运。实在讲，世间人哪一个人不是天天在转变自己命运，只是你不会转，越转越糟糕，越转越坏。会转的时候越转越好，不会转的，他这个念头里头常常存着欺骗别人，所谓是损人利己，他常存这个心，这个心不会转，越转越糟，把自己那点福报都转完了。
很可惜，啊，会转的人什么呢？会转的人修福，啊，佛教给我们布施，啊，我们有财，用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健康长寿。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啊，所以为什么不学布施？啊，布施里面最殊胜的，这是一切经佛都是这么说法。发布施最甚，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的发布施。这个话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呢，它是事实，是真的，这个里头的理太深。世间人参不透啊，所以他不能相信啊。所以真正的明白人、觉悟的人，哪有不随顺佛陀教诲的道理？这个叫随顺人的决定的好处啊。第三个，无生法人跟诸位说过，在一切时、一切处，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让自己的心清净、真诚，用真诚、清净心观察一切事物。你去看他的真相，你用佛经上所说的刹那生灭啊，金刚经上讲的就很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包括我们的身心，现在讲了物质的部分、精神的部分都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诸位去读《白话明门论》，你就很清楚了。心法我们讲八十，心所法啊，心所法是心理作用。这是讲心跟心理作用，这是属于有为法的。色法是指我们的身体物质，所有一切物质都叫做色法。现在我们讲精神界、物质界，还包括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在白话里面叫做物相应行法，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抽象概念，我们讲的时间是个抽象概念，我们讲的方位东南西北是抽象概念，再跟你讲，我们讲得失，得失也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的呀，那么这些呢，统统归于。这个是有为法里头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心有生有灭所有一些现象、物质现象、刹那生灭，有生有灭，有为法了。什么是无为法？
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法。在我们感官世界里面，只有虚空，谁有无为？虚空是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这个天空啊，跟3000年后今天没有两样。啊，一切现象都在那里变化，唯有虚空不变化了。所以虚空属于无为法了。但是这个无为法我们称作相似的无为法，因为它没有生灭的现象。真正的无为法是真如本性。啊，那么这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常常提起，啊，时时刻刻提起，我们六根就不会被六尘迷惑。啊，真的，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觉得快呀！啊，决定。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功夫啊，你真正学到啊，眼不会为色影响，耳不会被声影响，舌不会被味影响，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要会修啊。看到喜欢看的多看一眼，完了，你是凡夫啊，你不是圣人了。那听到喜欢听的，站在那里多听一下。啊，对了胃口的时候，喜欢多吃一点。这个是凡夫，这不是修行人。修行人做功夫啊，在哪里做？就在这些地方做。啊，不被这个六尘所转，所以它都叫做忍呐。啊，你要能忍呐。啊，忍久了呢，就变成定。啊，那你就得定了，定生智慧了。啊，你的智慧才开呀，智慧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要学了。自然就通达明了，而且一点错误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在这用功，就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就在这些地方用功。啊，学的是随缘不攀缘。啊，这个被境界所转是攀缘。啊，不为境界所转呢是随缘。这是真正的修行的原理原则，我们要懂。那么这三种人后面呢，还有七种啊，这个七种不难懂。第四个如幻人啊，叫我们看这个世间啊，看六道，看十法界。幻是什么？像那个魔术师变魔术一样，哎，看到好像是真的，实际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幻似这个现的幻术啊。第五种啊，如焰人，焰是火焰。啊，火焰我们知道，它是不住的，啊，它是个活动的，不住的，啊，它不是真实的，
第七个如祥人，啊，这个祥跟前面那个这个应祥人呢，不一样，意思不一样。这个祥啊，是山谷里头的回响。啊，我们到山谷里面长啸一声，回音就过来了。啊，是讲的回音。啊，换一句话说，通通都不是实在的。第八个是如影，影，现在这个影像，大家都有相当深刻的认知。啊，你每天看电影是影像，电视是影像，啊，这个收音机听到的那是音声，啊，都不是实在的。第九个如化人，化是变化所作。最后一个是如空人，这是华严经上讲到的实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缘听到了佛所讲的真实法，《金刚经》讲的就是真实法，《无量寿经》讲的也是真实法，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金刚经》是给我们讲理，《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事。啊，理是四众之理，四是理中之四啊，理四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听到说四，就要明了当中的理；听到说理的经，就要晓得这个宇宙之间的现象，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你就错了。所以无论佛讲的是理还是思，我们听了能够不紧不步，能够不害怕，然后才能够信解受持啊。信解受持有所其如之后，你自自然然你会为人演说，啊，这个演就是真正做到了，啊，这个不要人劝你的，你自然会去表演，啊，为什么呢？帮助一切有缘众生中，这个无缘众生见到你的表演无动于衷啊，他也看不出来，他也没办法体会，但是业障太重了啊，这叫无缘呐。业习浅的人，他看到之后他会有所感动啊，他看到感动，感动的有深有浅啊，感动深的必定会依教奉行，他向你学习来感动深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更熟了。感动浅虽有感动还不能依教奉行，我们知道善根虽然触动，这个程度还不到啊，所以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心，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诸佛菩萨累不累呢？我们不要担心，他一点都不累。为什么他不累呢？因为他无我。我们为什么会累呢？因为有我。我今天做了这么多工作，累了，念头一起了，果然就累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所以诸佛菩萨，无论是事相也好，这个表演也好，说法也好，他从来不会累，不会疲倦。就像普贤行愿品，每一愿末后无有疲厌。为什么无有疲厌？无我。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他不会累呀。他们的表演、说法、一切的作为，坐而无足，无足而坐。他们坐跟无足是一桩事情。我们凡夫不行，做跟不做是两桩事情啊。什么时候我们也是做跟无做变成一桩事情呢？这叫一真法界。我们入不了一真法界，就是做跟不做是两桩事情，落二三呢。这是凡夫啊，凡夫跟这个圣人差别就在此地。古德说，菩萨在学随顺即净。这个是观行为的菩萨了，功夫得力了，他是真干了。他心目当中观一切法清净平等，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总结大乘佛法教学的纲领。一切法清净平等，这是讲什么？我们通常讲十法界。十法界清净平等，你怎么看出来？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小事来观察。世间人贪财，贪爱珠宝啊。珠宝跟那个砖头瓦块有什么两样啊？现在科学家他懂得，实实在在说了，完全相同，只是这个现在一般都讲的这个原子、电子、粒子珠宝金刚钻给这个泥沙，你把它分析到最后，分析到原子、电子、粒子完全相同，只是它排列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讲啊，排列的方程式不相同。除这个之外，一样的呀。
一点差别都没有啊。你从这个地方看看他的清净平等，你就不会被这些假象欺骗了。我眼睛当中，你们认为最宝贵的这个珠宝的时候，我看跟一块石头没两样。我看的是事实真相。我不会被他欺骗。得失完全是假的。这个是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这个香港讲经。这个是20多年，将近30年了。那个时候有一位居士他要送我一个手表。我平常都不戴表的，没有时间。好啊，没有时间了。不知道年月日也不晓得星期几。非常好几点钟完全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都戴了，很方便，别问我时间，几点钟了他就会告诉我，是不是？这我就省事了。他要送我一个表，当然我也不能不接受，不接受人家好意他要陪我一起带着我一起去选，就选一个。那么首先呢，到银行去提款，提了款之后，那个银行地下室保险柜，他带我去参观。他有两个盒子珠宝，两盒珠宝放在那个保险柜里头，打开来给我看在我面前炫耀他有这么多珠宝我看了之后就问他，我说你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他就非常惊讶，这是发生，他到底有很多，我说我太多太多了，说不清啊。说在哪里啊？我说你想想，你这些珠宝不敢放在家里，放在家里怕人家偷，怕人家抢，又不敢戴在手上，戴在手上怕人家把手砍掉了。只好买一些放到这个保险柜的，拿出来看看摸摸，这就算自己的，那我不就太多了。所有这些银楼，你看我到那去拿出来让我看看摸摸，然后收好了，全是我的。这世界就有这么可怜的人，这样迷惑颠倒的愚痴的他那些东西不知道拿去变卖，去做功德，做好事，那是自己真实东西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不过是给你看看而已，有什么好看的？看多了一点都不稀奇了。所以学佛学智慧学觉悟，不要被世间这些假象欺骗了我们有缘到这个世间来，要做真实功德真实功德是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那帮助众生觉悟唯一的方法，天天上课天天讲解说明释迦牟尼佛一生就干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早年1983年在旧金山
我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讲经，讲一个星期。我那个弥陀村呢，就从那个地方动的这个念头。我就觉得21世纪道场不是寺院庵堂，而是什么？这个老人公寓。他这个老人公寓里面住的有400多个单位，大多数都单身的老人，少数啊是夫妻，这些人物质生活没问题，国家都照顾到，精神的生活没有啊，所以在那个里面去讲经呢，他们非常欢喜啊，他们有事情。没事干嘛，来听听经。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道场啊，应该是这种道场。退休啊，再来学佛。年轻人没有时间学佛。那个工作的繁忙拼命啊，就看到生活真可怜的。夫妻两个都上班。一个人上班的时候养活不了家。两个都上了，生活的很苦啊！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你看，一般人绝对大多数的人生活很苦啊！所以我他这个弥陀村这个念头是从那里起来的啊。那么现在这又过了几十年，但是。老人学佛确实是很重要的。最近我在澳洲，在香港，香港有几位同修对于我这个想法呢，他们觉得很有兴趣。我们希望在澳洲建一个弥陀村，现在我们的范围扩大了。不叫弥陀村，多元文化村。将来这个村建好的时候，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无论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我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我们建一个多元文化村。这个村里面，我有个构想，我们设一个修学教学这个场所，我们这个场所建圆形的，而且是一个广场，圆形的广场，广场周边呢建讲堂，一个宗教建一个讲堂。澳洲有12个宗教，12个讲堂围着一个大圆的广场。广场说我们12个宗教一起活动在广场。个别教学呢在个人教室。我们希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看看。世界可不可以大同可不可以和平所以我们做多元文化村，或者把和平两个字加进去后，多元和平文化村，让大家来看看世界和平在我们这里，非常有意义。澳洲地大人少，这个土地很容易取得，非常便宜。不像此地啊，寸土寸金。那么现在有几位同学最近在那边呢去考察，先去看看澳洲这个老人福利事业。我听他们打电话给我，看了之后非常满意，看样子这个事情可以能做得成功，这个做成功是。在世界上讲是创举。
聪明。我们希望老年人听听自己宗教里面所讲的，也听听不同其他宗教所讲的，彼此互相了解，才能够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希望老人，这是我一生当中的愿望，人生最幸福的这一段时期是老年，老年享福啊！中国古人常常教后人：少者怀之，老者安之，如何能落实？我们今天就是常常在想着要把这个事情落实。我们做一个榜样，希望呢，全世界现在这个老人福利事业普遍都被重视，让他来参观我们怎么做法。我的想法是把养老、学校、老人大学、学校、多元文化三样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生活在那里面不会寂寞，很热闹。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节日，你常常庆祝啊，常常在一块活动啊，非常有意义。那么这个都要真的这个经上讲的这三种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啊，这个应祥人呢，柔顺人啊，最根本的无生法忍，我们的心才真正是清净、平等、真诚啊，正觉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啊，这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再看幕后这段经文：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化果树木都是表法的，有理有事啊，这前面都跟诸位介绍了，什么叫佛事？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寺庙做佛事啊，什么佛事？超度死人叫佛事，这个完全错误。佛是智慧，是觉悟，帮助一切众生开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事叫做佛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自己以身教用自己这个形象为一切众生呢做示现啊，让众生接触到之后有所感悟啊，这是佛事啊。那么另外一个，天天讲经说法啊，这是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硬，此方真教体呀，清净在英文啊。所以佛天天为大家讲解说明啊，任何人都可以在佛面前提出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佛都会给你解答，无碍辩才啊，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开智慧，这个事叫佛事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不可以误会。幕后这一段，功归于途。
这个功德，最后皆归到阿弥陀佛。此皆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为甚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这是我们要学的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在此时此地想做佛事，我们的动力就是这几句话威神力我们没有，我们要求威神力加持这个求得到的。我们要有愿我们要有愿力，我们要有明了，要有坚固，要有究竟的愿以这个愿呢，必定能够感得诸佛护念感得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有智慧、有福报、有能力的人，他会协助你，会帮助你希望做这个事情的人很多不是没有没人做我们真正肯发心去做，哪有不得人，所谓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一定会有协助，这个事情能做得成功，能做得圆满。那在这么多年我们经验当中呢，都能够证实居士林的成就我们亲眼看到了其他地方去道场成就都不是偶然。今天我们就讲到此了。